是自然组嘛，哈，你目标是要念哪个方面的科系？其实我还没有想好哎。结束煎熬指考，公布成绩后，终于来到最后阶段选填志愿。今年考生约4.1万人，人数较少，加上是末代指考，缴卡率预计可达87%，也就是将由3.5万名考生争取3.6万个校系名额。预计要录取的志愿高于会填志愿的人，大家有可能会出锤是这4万人会不会是有4万人都去填呢？过去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，所以应该是大家都有学校读。指考可填100个志愿，专家建议填好填满，以分数和兴趣选填30个最想读的梦幻科系，40个最可能的落点科系，再加上30个保守志愿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可是我填的志愿都是只填到我上不了那些，我能够上的我没填，那就上不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三类组顶标分数下降，加上医学系招生和回流名额增加，估计原始分数409分就有望选填医学系，比往年下降约5分。志愿登记到8月21号截止，考生务必留意时间。大爱新闻张太玲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